虽然宝剑是1807年7月28号起始站13点16分，首发射是554金融海线表现杠花脸的一电头加两节新炮弹射加8节举光射枪，新式自动的举光哈，准备通过了。西施站，54次准备通过。各位旅客，请注意，具有保留信号的举光号，新式自动的举光号。将有列车进站，敬请不要靠近月台边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各位旅客，请注意，第二月台将有列车要进站，敬请。哦，他19节举光车厢。请注意，新式自动门情况，然后1201电头车网通过西市站54金融北线金融海线北线看花园的1201电头车网加2节行包灯车加9节举光号车厢，新式自动门举光号通过。来，西市站这个，那顺便给我等多多电门到以及刚换面，别念吧。